大家好，我是丽丽老师，我来自中国苏州一个美丽的江南小镇，很高兴通过这个平台与大家认识，一起了解中国文化，学习中国汉字。2020年，我取得了国际汉语教师资格证，通过实际的教学经验与多次参加研讨会，我总结了一套因人而异的汉语教学方法。如果你也想要了解中国文化，学习中国汉字，那么请来丽丽老师的中文课堂，相信你一定会不虚此行。我在这里等你哦，欢迎你加入丽丽老师的中文课堂。拜拜。